医生讲吼，我的眼睛阁复发啦，嘿啦，所以讲吼，平轩甲我接来引导大，嘿，伊讲安尼离病院较近啦，嘿，你嘛是吼，哎，等一下，子策回来，我请伊来接啦，嘿，你等一下吼，子策啊，你回来啦。来帮阿嬷记一下电话号码。哦。好啦，安尼你讲啊，几番哈、啊？好、哦，0972539223，安尼对不？好啦，好，我再跟你联络。好，再见哈、啊。你医保哦，嗯，谢谢你，嘿，好了，好，准备吃饭吧，好，洗手嘿，嗯，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不是叫你多休息吗？哦，来，我们躺下来。哦哦，小心小心。先帮你换药哈。来，我们侧躺。子策，帮忙拿一下生理食盐水。哦。他这里。先帮你先擦纱布。好啦。哦。哎呦，就叫你不要到处乱走，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啊？只是帮忙拿一下垃圾桶。我是小妹去拿垃圾桶啦。好啦，我再去帮你拿。嗯。会痛哦。忍耐一下哦。哦哦哦。好好好。哎呦，郭立胜，紧困啦！紧困啦！哎呦，也未困。阿妈，哟，我明天想出去玩。你要去倒啊？去公园。我不爱去公园。我是去博物馆。好啊，好好好，啊，你要带我去看啥？恐龙。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那呢，阿妈带你去食。串冰，好，好，哈，哈，看你爱食啥，明仔再算，嗯，好吧，好，哈，即马较紧困啦，好，哎，好，啊，紧困啦，哎，乖，测，你装了，快点。
睡。公司多久啊？整天了吧？看你起床啊，睡那么久。一个。走啊，我们撞球馆。现在啊？现在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你刚刚回家。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改天啊，假日好吧？假日一定去。谁说的？假日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喽。来来来。他们在这里哦。啊，等等，快快快！他们在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大谈。我快快快快！正在正在，等等等等，杀杀杀！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哎，等一下。啊？阿妈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妈妈不是告诉你出来就要拿拐杖？我是想要去装水。好了，你不要动啊。好，等帮你拿药哦，那把药吃一吃。好。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喂喂喂，我回来回来。干。啊？你不知道你刚刚害我们都死了。好了，干。他们这样。你他妈刚刚去哪？对不起嘛，我妈就打翻杯子啊，好不好？关我屁事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你人呢？啊，我就说不玩啦。不要这样呗，在场啊。不要，你要玩你自己去玩。好啦。好好好好，拜拜。拜。此册钥匙。哦。二甲苯是乙苯的同分异构物，在苯环上有两个甲基。
而系统命名则以数字来表示两个甲基在环上的相对位置。没有，这动作不漂亮，我觉得不行。哎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你又这样？没有，动作不漂亮，不行啊！第几次了？第八次。哎，你帮我打一下。喂。喂，我公司那边突然有事。嗯。你先回家看奶奶好不好？我在那边打撞球哎。啊，也没办法啊，家里总要人陪奶奶啊。喂，有听到吗？嗯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公司咯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继续啊！谁啊？啊？刚刚的那个？哦，我妈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反正就问我说我在哪。哦。换我吗？对啊，换你。你怎么那么晚才回家？我刚跟朋友出去了。来，坐这里。你知道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奶奶连午餐都还没吃吗？还好我没有很晚回来，不然奶奶连晚餐也不用吃了。那如果在家里摔倒了怎么办？我工作那么忙，还要照顾奶奶，你就不能分担点家务事吗？哎，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哎呦，减吃一顿哦，不要紧啦。哎呦，不是跟你说过出来要拿个拐杖吗？这样很危险。这是较硬顿来尔。好了，你走好走好，小心小心。你太疼指侧了啦。哎呦，来坐一下。哦，小心！哎呦，哦，还有阿妈，啊，今天我进门的时候，客厅灯怎么又关起来了？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不要关灯吗？没省多少电的啊，万一你摔倒怎么办？你爸也还在国外工作，我每天工作那么晚，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妈妈？今天要上的是有关于儒家道德里面很重要的讨论涵养的部分，第八篇反求诸己。孟子曰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人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。”
阿嬷，你有没有怎样？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你还帮我开门呢，阿嬷。阿嬷。